哦哟，哇，可以可以，哇，哦可以，哦，我做到了，哦有了，哦，哥冷静。影片开始之前，要先订阅，还有按赞，按小铃铛，按小铃铛，按小铃铛，还有不要忘记按小铃铛。好，走，我去试一试。来，这样就拍照没？就拍 video 啊。哦。哥，我们要再去试啊。行。又驾到了。又驾到。又分嘞，这是。海贼王里面的嘞。对，那个乔巴，乔巴。给我看一下，我带多少3000？没有的话就50块一张，好吧。哥，冷静，那边最多给100块，你可以直接100块。是呗。我靠。哎，20块，我20块。他吃得到20块吗？1块、5块、10块、20块、50块跟100块都可以。100块？对，100块。谁那么过分，直接放100块？很难讲，因为他你放多，他就给多的更。等一下，你看那边他有一个，就是可能你放20块，还给22币这样子多。哦，这好的、啊。对。踹咬他，踹咬他。血池，我要血池。我先看一下哪一个几率比较高。这个几率高不高？不知道嘞。我想要这个。哦，23哦，对不对？来了，我们看一下谁的几率比较高。那什么 Doraemon 感觉也是。有啊，有几率吗？感觉上次我觉得没有什么嘞。没有。好了，我决定就这个了啊，这个啦，对，就这个啦，这个几率高吗？这个它释放的声音难啊。不知道嘞。不管了，试看好了，快点23。哎，第一个，不达目的不罢休。五百，哦哟，终于了，中了啊！恭喜啊！恭喜啊！我花了20块，然后用了2块，一个我有点兴奋，一点觉得哎，就交给你了。OK， 来好啊！这个吗？这个啊，海贼王那什么海贼王对吗？乔巴你会吗？海贼王的乔巴。哇，有这个掉下头就下来了。哎，好像真的容易掉。到底昨天在吵什么？昨天我们不知道在玩什么，今天是不一样的。怎么回事？你要小心啊，不要抓到头那边太大力了，好用吗？喂！哎，是不行啊，是吧？他如果在那边的话就很麻了，是不是？从屁股那边夹，走到边边，可能确定？不知道啊。哥，你要踹的话，要不然你可以试试看其他的。哎，不行啊，他不得了。不行啊，如果不能就没有办法，你按准他的头还是？不行，太大个了啊！算了吧，就这个 OK 吗？这一个感觉可以，那个哪一个？那个或者是那个或者这个感觉都可以，因为它这个小棍，它应该是架的王吧？来，这个你可以试试看啊。这个有，这个有。OK， 你看，这么远过来哦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哥，你还要再试这个吗？还是你要再看看其他？嗯。你又拿，哦又，还又拿到。哇，可以可以，哇，哥又中了哦。可以可以，这是翻滚的力量。哎，对啊，学不了，学不了，学得了啊！学会了，这个很厉害，这个很厉害，这个也是海贼王里面的，
个你要抓不要抓头，尽量哦把它抓在它的那边翘过来。你看这个容易跳过来。对不起，我没有这个。你要这个。好了，这是晚上的。哎呀。哇，这个啊，过来。干嘛又完了？搁这里还有，搁这里。我没有，我讲我手上还有。手上还有呢，过来。感觉这个可以，可以哦，感觉了，啊，可以，哦，哇，动作到了，哦，真的，哥冷静，20块钱拿三次，很划算了，哥，真的，我没有骗你，女神眷顾啊，还女神眷顾，有没有？我差点点，我觉得我们很潮哎，怎么样？大大胶的，啊没有了，哦有了，哦，哥冷静，我终于学起了，好，我们去楼下，哇这个这种，哇这个美哎这个。哎呀，可是它是接近的，可是我要用完了。感觉。可以了。哎呀。啊，不行。啊，走，下一个。哥，我要叫一个。我要叫一个。靠。叫得到的话，我们就在这里再换一个20啊。哦我都不懂你要夹哪一个。有，我一组啊，我是。哇塞，这个是名牌耶，这个是潮牌。哦，有 Marvel。最后一个多个的，为什么太久？啊？这是中卡，太久了。就是下去的时候，看到他就直接收上来，是不是？啊，没有了，走了。啊，哥跟你说不要那么紧张啊。Let's go。转到很多个，冷静啊。然后整个就是有没有 ？OK， 好，已经证明了。是抓得到的。好来，接着战利品有没有？厉害哎、欸！我算是第一次这么认真玩娃娃机。之前的话都是好像丢了一点钱这样，然后抓不到我就放弃的。对，可是这一次是真的丢钱了，然后丢个有没有多少这样，然后就一定要抓到。对，哇塞，我一定很喜欢这个皮卡丘。